加两个。七八十块，是哦，哦，真的哦，这很好啊，这四只很好，这我无需要你赔，两只、四只、六只，这四只是八只毫厘，这九只毫厘，这十只毫厘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啊，你这十一只毫厘，两百块，你不够嫌不？两百块。你这个讲空讲。啊，两百啦，较紧的，较紧的啦。哈哈哈。还是安尼吼。你咩啊？看到一个黑脸大，看到一个黑脸大，乱了了。我也要。好。两只啦，是四只啦，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只啊，二十二只啊，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还够人买来哈。这现捞的，现捞的白鲳，够有人买来无？快，大你等我，这两只四只啦，这六只啦，七只、八只啦，啊，你十只啦，啊！
再食，再食，再食，再食啦！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人买嘛，两百块。我看见伊，我来赚伊啊！来，哎呀，出袂啦，啊，这路变过。啊，你都开得啦，好好，对好。啊，你啊落啦，你的手就当洗，我洗洗啊你。你的手嘛当洗咧，你的手嘛当洗。你啊，规头拢甲变变掉。是同款的轮轮嘞。规头拢甲变变掉。哎，就遐尔啦，好啦，要滴无啦。这俗干哪啥嘞？这贵干哪啥嘞？啊，你个知无？啊！你搁甲淋，你只提高油，嘿呢，我搁甲淋落。你只提高油，啊！老妈你创甲拢混乱呢，搁有无啦？无啊吼！哎，这头个有人买来无？张宇桥，大麦啰嗦啊啦！你坐做啥鱼啊？坐啊？帅！这一斤偌好，称偌济？百几块啦！一斤偌好，称百几块，我剩只尔，麦啰嗦，大拢卖你哦。好啦吼，三百多，三百块啦。三百，三百啦。爸爸，就这样了，嘛无啦。三千二吧。三千二吧。三千二吧。要坐哦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恁有人要伫坐无？坐吼。鲑鱼的青肉，伊鲑鱼的肉啦。伊坐吼，我无好笑，讲伊这是人创的，安尼啊，知有啥物变安尼？这人吼出啥物物件，伊甲这骨，这骨有无？这骨吼，伊出啥物物起来啦？伊出啥物物起来啦？这吼，这一斤都够袂偌济，我无好像讲这哦，这种的哦，一斤袂偌济，百八，真正，真的啦，这我当场看你，你百八也看。你明仔是家己买只鸭脯来，你会晓？好啦好啦，一百块啦好啦。看你就问啦，要两百。啊，袂晓做。啊，你这款是安怎卖只啊？等下准备卖。这。是啊，这工厂一百块就好。有人要煮汤的无？一百块。这一百块，伊你好无啦？这款来卖出来，卖我无。这现捞啊，迄冷冻的，这恒温的，这冷冻的，这是恒温，这是冷冻。一百块有人买来无？这足少的啦，这足少的啦，这足少有的啦。一百块有无人买？一百块，有人要煮汤的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无啊！这边头条。啊，阿班啦，少年人阿班做生意。对无？你怎么不到啦？到啦，看看我面头条怎么写啊？看你，我讲，上好啊。两只四只哩，这五只六只哩，五百块咯，这七只哩，五百块咯。我知影嘛，七只五百，七只七十。这台可以啦，这台上面卖上啦，拢今天哦。这边带去相亲头型啦。到蛤蟆。卖完啦。我。蛤蟆鱼我拢卖完啦，虾也嘛卖完啦。哦，这样大台，有贵有贵。这样。上好好吃啊。得奖。上吊。无啦，迄甲迄蓝做好个啦。三百，二啊五了。两百块了啦！两百块，无啊啦，这个无啊啦。加油哈！加油哈！哎，啥名字？啊，全部都给你500块就好了。哎呀，伊恁要食菜无哈？元雪下巴，伊刷出来，伊刷的厉害了。这下包了，喜欢拢烂去啊，喜欢拢烂去啊，底条拢烂去啊。唔甘是少年啊。这吼我无好笑讲的，哎，没有啦。这落好行一个行偌济，这加个多地多地多地。加轮两个鱼啊，两加只，你叫买成包。听无啥物？你鱼多我嘛唔敢食。我鱼多你唔敢食。无，我拢爱食虾片。你拢爱食虾片？嗯，要啦。诶，我卵啊！你三大块了，食到我啦！这两骨好无？这只叫两骨，这只叫两骨好无啦？这厉害啦！下巴从哪伊说的下巴？迄一块肉好烘到好偌济？七八十块尔，无足贵的啦。这三块给你，这四块给你啦。这无你袂算斤的咧，这算条的。算条的。迄三条一百。三条一百，哈哈哈！迄三条一百啦，嘿嘿，真的啦，这四条来开500块，有人买无？
好了，好好好，这六块给你。三条一百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这下巴这较好食，七块给你啦，两百块有人买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严选下巴。我小姐，这八块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帅气的鞋啊，严选下巴，超难预算的鞋啊，这下巴，这下巴好不？两百块了，这高得给你两百块了。两百块了，这较大块啦，这啊，这大块。要一百，要一百两块。好，慢，这啥子四块了？六块又来了，哈？这本来就安尼啊，这本来就，这冷冻的啦，冷冻的本来就安尼。哎两百块，你若买有我青吞落去看，无要紧。这路口我无好笑哦，一两三四五，这六支号来，我卖五十块啊啦。伊路口进看卖啊，六支五十块。